真的是太好玩了，那让我们准备开始喽。哎呀，这个在哪里？在哪个试试？电话响了，我去看看是谁给我打过来的。等一下，我们再回来玩哦。我在玩拼图游戏呢。我的拼图呢？在哪儿啊？可乐，你起拍一下。没有。我的两块拼图到底跑哪里去了？可乐，你有看到我的拼图吗？我。啊！你把它放到我的保险箱里去了。哎呀，你真的是太调皮了。Password, please. Sorry, please. Try again. 怎么密码是错误的呀？可乐，你怎么还改密码了呀？真是的，太调皮了。你快告诉我新的密码吧。我。啊，你居然要让我跟你玩游戏，赢了才告诉我。好吧，那我就来跟你玩这个游戏喽。哈，就是它了，打地图的游戏。让我们来开始比赛吧。啦啦，这就是我们的打地图了，嘿嘿。可是可乐，我们谁先开始呢？不如我们石头剪刀布吧，嘿嘿嘿嘿。石头剪刀布，我赢了，那就是小凯莉先开始打地鼠了，嘿嘿，让我们开始喽！啊哈！现在到你了，我，你来打地鼠吧，加油哦！我们的拼图就完成了。
熊去帮忙的呀。小可乐也不要伤心哦。朋友们，我们今天玩了小凯莉拼图的玩具。虽然啊，有两块拼图被我们的小可乐给藏起来了，不过我们玩的还是很开心的，对不对啊？下一次小凯莉会带来更好玩的玩具给大家哦。